我人不知道怎么了。你为什么不出来啊？杜少和郭龙，小婉，小婉，这是他一口的药。你敢这么丢人呢？啊，那就不。你是太脾气。我认，我怎么就是万等？我的天，十万等！我问你，你哪里怎么想的？我要你走！哎呀，不要你走！哎呦，我都受不了了！我要你走啊！你买高兴我走啊！我要你走啊！走啊！张家已经没钱后继我叫你帮阮走好，叫你帮阮走好。陈姑娘，咱唔是约好啊？你奈样言之无信，讲话无算话咧？洪大人，惠弟，做你几年冇见过我，你用迄电话找一个姑娘来代替我，唔是同款的。袂用的，你看这幅图，是多年久交我的，绝对袂用假。你上好是将我抬死。我干嘛去？用钱带你去见多尼滚！陈姑娘，今日城市要到，就算我要求你，你给我完成就是。你免阁讲遐，我干唔去就唔去。快点啦！快点啦！快点推那个推灯来！走啦！哎呀！洪兄啊！哦，咱今日是拍哪一大丰收呢？你搁佚佗到这欢喜，我跟你讲，较久哦，当初伊来跟同齐出游哦，一定会更加闹热的啦。你出来是加麻烦的。嗯，洪兄啊，你不要对同齐互相攀比较，我唔是讲过，你是加我麻烦真多啊，啊，我嘛是你出来怪事。哎，啊，哪样正了？哎，洪兄啊，你袂调啊？哦，你听我讲一下，哎。你等等，我先去找黄冰冰啊！吼，我先等你吼。哦，哈哈。哎，队长。咱人包在万大人的，听我。万大人，我这边是怎么办？哥俩。哎、欸，那边的东西，老大，你敢在？怎么样？我在，你不在。不要走，下来。你，你这边聊多远？这外边是万大人。皇上，新安上朝，叩见五皇万岁。是啊，万岁。安大学士，你本来之前多好，今这个代理再次朝廷，我最亲信就是傅相王，也有范大学士，也佫有你，希望恁好好来协助。臣竭忠尽瘁，效忠朝廷。对啦。主席平时这个给我吐出真话上，
这张图你是安怎来？这，神不管温华皇上，是多年棍利用神南下之变，命神去找江南第一美人张小婉。张小婉，世上真是有这么正水的美人？是，神已经找到了。王大皇叔，现在能你抓到你人来救我？神仙子，你有听到吗？皇兄一看到你的画像，一定爱着你啊！一定是顺治皇帝，看伊外表、面蛋、举止，应该是一个好皇帝。原来是想要太阿兄弟报仇，你说的对。皇上，这车来是不是当地人的？回禀皇上，这车来人是神的大少。哦，皇上，神所指。嗯，起来。为什么？这药药酒，喝完你家的，你吓死你呀！皇兄啊，这是一张白纸，画出来的相，你哪可能就对你笑了？是你看了想得你别的尴尬。我是太后，我是太后。官路大理，天天笑。惊叹江南有娇人，真是美人啊！这在今日有林娇人，我林娇人。金色的笑，这个真心愿，美人啊，雕绣相关，啊，美相关，我美相关，兄啊。对对，朕若是得到江南第一美人，是要如何处理？嗯，啊，这么简单，不如结合正宫，皇爷贵妃，哪能夫唱夫随？皇兄啊，你得当得到温温爱爱滋味啊！对啊，今日去皇爷为何相伴交融，不离天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这两项，那就是上面的最高事啊，一个头奖未过。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，初出来到本寺去。是，本寺路过此地好地，入来看看，我真正就来到。现在，现在，欢迎师父来到本寺，请到神堂方便。咩？我真羡慕顶出家人，无忧无虑，无靠无挂，就安尼过生，对啦。我有两个问题，想要来请教方丈，唔知你方便？请说如何？第一，是要按怎么做，才会当做一个完美的人？阿弥陀佛，做人爱知影素为不定，做到佛家所讲的我。第一，不妄杀为人；第二，不贪不处为人。第三，不乱言为礼；第四，不妄语为信；第五，不光阴为地。所谓仁义礼智信，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五常，都爱做到安尼，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。嗯，第二，是要安怎样做，才解脱出伊的苦恼？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。佛家以地、风、水、火为四大天象，而不受其影响者，四大皆空。还佫有思、听、嗅、味、触、念六根，无此六根，常欲六根清净。是主。因其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夜烦恼即故发心啦。方丈，你的意涵甚深，听起来真难解释啊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家有一本经典，让施主你带回参修，自然你就会了解。多谢方丈。我很简单，不是苦恼，不是无相无相即定义，慈悲为怀存心量，净土一片善心。嗯，好像这个时间你不能困。红兄，红兄，红兄，你离婚啊？你离婚咋调啊？啊，离婚啊！同乡的民啊，他有惊，我一根不断。